也就是说，你丈量身体任何部分在肉质表面留下的痕迹，与起跳线的最短距离为视场痕迹。来，如果说你站在这边，右臂往后跑，手的摸到这里，对，就以你手指头哦，连到这边头。所以如果长头发的女生之前就有个选手，就她摔到后面去，就头发摔到后面去，从马尾开始摔，摔到真的身体的连贯，你把头发的身体的连贯。
几人？你可以放弃，你说哦，老师，我不知道哪边。